你好，欢迎收看红树林新闻，我是廖平涵，带您关心今天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淡水小坪顶摩天楼的开发商目前正在新建第二期以及第三期的工程。之前传出建商有意要来开挖地热，打造温泉养生社区。消息传出之后，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下游的居民更担心温泉废水会造成污染，因此群起反对。在去年底，新北市环保局也退回业者的申请，但业者仍然没有放弃，举办说明会，想和居民们来沟通。今天说明会上却来了超过百位的居民，举白布条抗议。最后业者的简报都还没有说明。就被居民打了回票。淡水水堆活动中心三楼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白布条上写满了抗议的标语。原来是因为今天下午在小坪顶开发摩天楼的建商举办了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说明会，要来向在地居民说明他们正在申请的温泉开发案。而得知消息后，也有许多居民前来表达反对的声音。环保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各位乡亲、各位时代来做一下说明，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工作这个会议场，而且甲大家做一个说明，伫专业的部分、艺术的部分，我想恁各位乡亲。这个案子在去年底被环保局退回，要求业者下乡说明，取得居民同意，因此业者也主动来举办说明会。但会议一开始就有民众质疑，水利局、环保局、公务局、农业局四个市府相关单位竟然没有人出席，而随即树新里长也拿出了居民自己做的简报，表达地方强烈反对的意见。最难熬了，哪去有消息去？没人报，啥地方人报？林路科技也无人报了。挖下去的时候，浅层的水会不会让它破坏掉？哦，那浅层水是差不多有两三，那个有四口的那个涌泉口，会不会到时他们挖下去的时候没水可以灌溉？整个灌溉如果破坏掉，那整个生态啦，整个生活、生产、生态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诉求的主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五个里的里长邀集我们其他。相关里的里长哈，大家共同来为捍卫我们地方的一个土地一个权益、水资源一个利用，大家来尽一份心力，大家来关心这个议题。我们目前有上海、有青松、有海地，现在又在挖掘水棉饭店，还在挖温泉。你看我们的甘蔗林溪、我们的阉割溪、鼻头溪，现在溪底都是。什么生态都没有，光秃秃的。我在想啊，如果他们山上也开温泉的话，那我们的阉割溪、鼻头溪整条河流生态是不是就这样子完蛋掉了？所以我们坚决的反对。那么这废水排落来，拄只在讲，走对倒去，走对三江大，搁再落去，走对倒去，走对外金落去。所以这个污染的问题也真严重。咱这本来实在是一个水源水质保护区啊，吼，不应该这么大声。但是既然讲政府已经发了执照，已经开发，咱只是为了一个温泉，但是这么多人拢担心，我是感觉这实在是无遐尼必要。今日也进驻遐多人，你交通的部分，你条龙啊细条，交通的部分敢有要处理？然后外刚也是讲隔了这两三个月。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被改善的一个方针。那今日有看到一个说明书，我刚刚也给他翻一翻，伊是跟咱的环境环保评估的时候讲的拢同款，并无较进步啦。所以连家，我当然以我顶公立的新闻，立定的新闻，我是坚决反对来开发，为了少数人的有利来影响多数人的权益。这是以上我的报道，谢谢。附近五个里长一致反对，也引来了其他里长的声援，认为在土石流警戒区旁开发温泉，不但有安全疑虑，非民生用水的温泉造成附近环境污染，早有前车之鉴，因此认为业者不应该一意孤行。最后全场表达反对意见，并且拒绝建商做简报说明，会议草草结束。但业者仍表示没有放弃，会在择期进行说明会，继续和地方沟通。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
金山区中角国小前门连接台二线的道路是家长接送学童进出的重要道路，但就在面对车来车往的台二线路口处，却没有号志灯可以遵循。原来长久以来，大家都是靠着行人专用的小绿人号志在这里进出。为此，金山警分局交通组也会同地方里长及市府交通局前来会勘，希望能够增设号志灯来维护家长与学童们的安全。金山区中角国小前门连接台二线的道路，上下课时间总有许多接送学童的车辆，但仔细一看，明明就是连接车来车往台二线的路口，却没有号志灯引导，车辆出入全凭一旁的行人专用号志灯。若是连行人号志灯都故障，恐怕会引发事故。为此，金山警分局交通组也会同里长与市府交通局前来会勘，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要处理一下，这处理就只看小绿而已，干道是有的，干道是有红绿灯的。干道有红绿灯啊，那就那个我们社区要出来跟学校要出来都是看小绿、啊、甚至于那个我们社区要出来都连小绿都看不到、啊、实际来到现场，从中角国小开车出来，到了连接台二线的路口，一时之间找不到号志灯遵循，意识到应该要遵循行人专用的小绿人号志，已经花掉大半时间。为此，校方也表示希望能够改善这个交通乱象，来维护家长与学童的安全。那目前这个路口只有人行的交通号志，所以无论是小朋友、家长或者是车辆进出，都只能依靠这个人行的小绿人、小红人来通行，那造成了这个交通上的一个安全隐忧。那以目前的这个号志状况，它只有一个小绿人在这个地方哈，给那个出入的车辆来看，其实是号志的设置上面是有缺失的。那我们是希望是做一个改进哈，那架设一个，目前的话先架设一个远端的那个三色号志啊，然后提供给那个从中角国小要出来的车辆哈，能够有所遵循。在会勘之后，市府交通局也将研拟于连接台二线的路口处增设两支三色号志灯，希望借此改善中角国小前的交通乱象，也还给学童与家长一个安心的学区及安全的用路环境。记者许端义、廖品涵，金山采访报道。万里区老人会今天上午举行银发俱乐部揭牌仪式，而这也是万里区成立的第一个银发族俱乐部。为了与老人家一起欢庆万里区成立新的乐活据点这项盛事，立委及议员们都共襄盛举，而市府社会局长也来到现场，献上祝福与关怀，场面是相当的温馨。眼前硬朗的长辈们灵活地跳着太极舞，动作利索，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今天是万里区的第一个银发族俱乐部成立暨揭牌仪式。自新北市升格以来，长辈在地就养、健康乐活就一直是政府首要的福利政策。因此，今天的活动不但立委、议员都共襄盛举，市府社会局局长也来到现场，与长辈们一同欢庆万里区成立新的乐活据点这项盛事。请揭牌。我们今天的万里是万里区的第一处哈，那我们很期待说我们万里区哈能够结合我们里面的市民活动中心，然后成立更多的银发俱乐部，让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就近哦参与我们的银发俱乐部，干些健康促进呐、啊，或者是交联谊呐，啊，或者是这个能够歌唱休闲哦，那让我们的长辈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的身心愉快。我有看到很多的设施有这个可以一起唱歌，然后呢，他们每个礼拜还会有一天呢是共餐。所以呢，就后悔吼，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那希望政府呢，在这个银发俱乐部这边，可以这个多多的来推动，然后让我们这个新北市的老人有更多休闲的地方。我们朱立伦这个政策要推动的时候，我们向新北市政府社会局来申请，所以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来在万里这边来成立。我想成立之后，让我们很多的前辈、乡亲都能够在这边，就是下下棋啦，唱唱歌啦，吼，聊聊天啦，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据了解，这个银发族俱乐部也是万里区老人会，一直以来都有举办社团聚会及长者共餐与敬老音乐会等活动。在成立银发族俱乐部之后，规划出泡茶区、书报区，更添购卡拉 OK、电动按摩椅及健身车等设备，不但促进老人家身心健康，也让长辈增添不少生活乐趣。对阮这个银发俱乐部成立了后，我们开展讲，大家来共餐呐、啊，哦啊，过来这个，譬如讲孤寂老人呐、啊，啊是讲迄个有障碍的老人呐、啊，咱来访问啊，哦、啊，去因家家访问安尼吼。甲大家做好欢喜无？有啊。安怎讲？啊？安怎讲？
大家好好就好啊，好朋友啊，同款的啊。袂歹用啊，好用啊。以后会当来遮安尼活动。哎呀，以后再来遮较实在。为了响应新北市政府推动银发族俱乐部的政策，除了万里区老人会的据点之外，万里区公所表示，未来在中福与北基社区发展协会将会陆续成立据点，目的就是希望提供老人家更多的健康乐活环境，让长辈们走出户外与人群互动。记者许端义、廖品涵、万里采访报道。上场打击，面对不同的球路，有教练的陪伴与指导，球员可以从容应战。但遇到法律问题，谁能给原住民协助与依靠呢？原民会委托法律扶助基金会办理原住民法律扶助专案，只要符合资格，就能免费提供律师协助，为原住民争取法律权益。原住民朋友有法律问题，请拨0800585880。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天在三芝区新庄里活动中心成立第7个关怀据点，不仅是为区内更多的长者创造福利，更将关怀据点的服务范围扩大。里办公处的志工也是全新的投入，现场除了带动唱舞蹈表演、老人共餐，还找来了双联中心的讲师来教长者保持身心的健康。三芝区的关怀据点举办到现在已经是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从最早的普平里、古庄以及西班里都有非常不错的成效。然而今天在三芝区新庄里社区活动中心成立了第7个关怀据点，不仅是为区内更多的长者创造福利，更是将关怀据点的服务范围扩大。双联社会福利这个基金会啊，有跟咱到帮忙这个关怀老人这个运动的问题吼，啊，请个讲师来甲咱教吼，啊，证书咱本地的这个老人吼，得到健康方面真大的好处，还很好，很好，真的是很好。对呀、啊，也不用出钱，也不用什么，也人家这么好来教我们，还能行，不能行啊？对呀、啊，都可以快乐、啊。对对对对对，很好了。有啊，那也无帮助啊，干那锻炼身体啊，那有啥？哎呀，大家做啊，这为着这安尼煮啊，这老人家大家拢欢喜啊，心情拢就好个、啊、呀，对不吼？这一次办理的新庄关怀据点，你办公处的志工也是全新的投入，现场还有志工帮李明长者量血压、检查健康状况。区公所表示，这一次的内容一点都不会少，除了带动唱舞蹈表演，还有老人共餐，还找来了双联中心的讲师来教导长者保持身心健康。最主要还是希望说我们的长辈。要走出来，那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那关怀据点，我们一个早上我们会有，请老师来授课，或是，办理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的长辈哈，那他们过了一个愉悦的一个早上哈。那希望说借由，这些活动，让他的，精神生活哈越来越充实。那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区公所表示，这次所成立的新庄关怀据点是每隔周三的上午9点开始，并且结合老人共餐，将为新庄里内的长者带来不少的照顾以及关怀。记者廖品涵、许端义三芝采访报道。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了要维持良好的治安，如何跟民间单位合作一直是警方的重要工作，而各里的巡守队更是派出所的最佳帮手。在淡水的学府里，因为社区的巡守队成绩相当的良好，今天上午也代表淡水接受新北市治安社区评鉴小组的评鉴。学府里也希望努力能够获得评审委员的青睐，得到好成绩来为淡水争光。学府里社区土风舞班的成员在台上跳舞，充满自信的模样瞬间抓住了全场的目光。新北市政府治安社区的评审委员来到了淡水的学府里集会所，原来是因为学府里要代表淡水区参与一年一度的治安社区营造绩效评鉴。针对我们的辖区的治安啊，这个不遗余力啊，风雨无阻的在为治安来做一个协助啊。那在这边啊，事实上对于社区还有我们学府里啊的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这个窃案啊，都有实际的防治的作用啊，让我们本里的治安啊，都可以获得到里民的这个赞赏。李尚表示，学府里从3年多前开始，不但成立了巡守队，定期巡逻来守护社区，搭配上社区环保志工，在维护环境之余，也致力于提升里内的治安。更有爱心天使主动关怀弱势，与志工协助家暴防治，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治安社区。事实上，我们学府里社区啊，我们是一个新兴的社区，但是我们，在我们社区所有的社区发展协会的成员，
以及我们的李林长啊，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啊，今天我们社区啊也展现了一些小小的成果。那希望说今天的评鉴能够有好的成绩。社区理事长在台上分享着这么多年来自然营造的成果，各式装备以及历年报告一字排开，学府里也希望努力能够获得评审委员的青睐，取得好成绩来为淡水争光。记者陈柏惟淡水采访报道。双溪属偏乡地区，所以大多是年轻人在外地工作，留下的就是长者和小孩，因此阿公阿嬷带小孩的情况很多。而为了要让祖孙之间的感情能够更加的深厚，让小朋友懂得感恩，双溪区公所今天特别举行了一场大手牵小手的祖孙共餐活动，小朋友邀请自己的阿公阿嬷一起面对面共餐，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双溪区属于偏乡地区，所以大多是年轻人在外地工作，留下的就是阿公阿嬷和小孩，因此阿公阿嬷带小孩的情况很多。而为了让祖孙之间的感情能够更加紧密，让小朋友懂得感恩，双溪区公所在去年11月首度举行祖孙共餐活动，获得好评。因此今天在南天宫也举办祖孙共餐活动，老人共餐以及跟祖孙一起共同来共餐。那这是呢我们第二次的在办，因为在前一次办理的效果非常好，都可以感受到很多那个祖父祖母爸爸妈妈能够跟孩子一起共餐，让孩子让他们感受到说一家人的温暖。那所以呢，那也给我们公所这边很大的一个鼓舞，所以我们持续性的在办理。四年级双溪国小。今天跟谁吃饭？妈。在家也会跟阿嬷讲，会，每天都会。跟阿嬷吃饭，很好，很快乐，可以跟阿嬷吃饭，对，比较少。那今天中午可以跟阿嬷吃饭，觉得？很开心。小朋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吃午餐，那今天能和自己的阿公阿嬷吃午餐，小朋友都相当开心，边吃边和阿公阿嬷聊天。这次参加共餐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幼稚园的，童言童语，可爱的模样也逗得阿公阿嬷好开心。2岁。哎，对呀、啊，很高兴很开心呢、啊。哎，对。谢谢。区长表示，双溪地区大多是隔代教养，因此祖孙之间的关系都相当紧密，也希望借由共餐让小朋友懂得感恩惜福。记者陈威，双溪采访报道。在共寮龙岗里石壁坑街往大林古道的入口处，有一处入口意象，可以看到是一条龙，含有一颗龙珠，和龙岗里的龙字相辅相成。来到这里，除了可以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还可以看到这座特色地标，也让地方都觉得很有趣。在共寮龙岗里，从共寮国中走进去，石壁坑街往大林古道的入口处，有一处入口意象，可以看到是一条龙，含有一颗龙珠，看起来十分有意思。伊在地咱共寮迄个石壁坑街，在地人，店馆在地人，嘿，在地人伊少年都出去啊，伊拢即落铁路局上班嘛，迄落出去啊。所以这伊是走的。嘿，伊退休再回来。当地议长表示，这座入口意象是龙岗旗人卢国松自铁路局退休之后，为地方社区环境贡献所打造的一座地标。而周边的绿美化是里长和里内志工一同携手维护打造，才有现今的成果。嘿啦，都即阵种一挂花，拢死去，我即摆阁开始要重新再种，伊迄花拢死啊，拢干干对吧？嘿，然后像我讲了，讲了高中起来迄个花园啊，迄嘛花嘛有拢死，嘿。算是龙岗的地标嘛？嘿，龙岗的地标，对，这个几尾龙是龙岗的地标。走进龙岗里，就有一种四股幽情的感受。里头还有一条步道，值得民众深入走访。里长也欢迎大家有空来共寮龙岗走走，踏青登山，探究山林之美。谢全威，共寮采访报道。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秉持社区绿化、节能减碳的理念，在今年3月起，结合林园志工团于全台推动植树公益月的活动。为了帮助瑞芳区吉安社区环境绿美化，基金会于27号捐赠社区500株的杜鹃花，在社区基隆河畔和居民携手种植，营造幸福绿化的生活环境。
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秉持着社区绿化、节能减碳的理念，在今年三月结合林园志工团，在全台推动植树公益月活动。为了帮助瑞芳区吉安社区环境绿美化，基金会在26号当天捐赠社区700株的杜鹃花，和居民携手种植，营造幸福绿化的生活环境。那我们持续呢，想说今年我们继续再来跟社区的志工来一起响应，继续做植树造林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今年的规划呢，是从吉庆国小这边，我们开始来做国小里面美化校园种树的活动。那透过跟我们小朋友大家一起来动手，一起来种树，然后响应环保，爱地球。那我们今天就是有很多热心的志工还有民众来参与。那我们在整个植树活动，我们包括今年增加了我们在吉庆国小的风雨走廊，我们将会为他们做一些绿美化的植栽。去年国泰基金会就曾到吉安里协助地方绿美化，成效不错，因此今年更是扩大绿化范围，进入校园，由林园志工和学生一起种下希望种子，希望让学生体验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帮早起会茶花，啊，你平常时间有练琴吗？有啊，我平常是自工的，我搁学校的迄款的。我有啊。你以前做种过玫瑰花。慈善基金会表示，种树活动与社区结合，透过认养的方式，以确保树木的存活率。志工与社区居民一起挖土、植栽、填土的互动互助，深刻体验学习生态保育、爱护地球、节能减碳的重要性。谢纯威、瑞芳采访报道。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哈，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相信大家一早起床的时候，感觉上又是一天相当不错的好天气。只是呢，其实在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四就有点小小的变化，主要呢各地新北市云量会有稍微明显的增多，甚至在北海岸地区东侧山区会有些短暂性的小雨。不过大致上在平地的都会区都是会维持多云的天气形态，下雨的机会就会比较低了一些。那么接下来到礼拜五的时候，各地新北市都会回到艳阳高高挂的好天气，下一波封面就要等到礼拜六的晚上才会慢慢的靠近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新北市各地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么详细的我们从云雨图上面来看，其实最近这几天啊，新北市上空的云量、水汽量都是相当的少，所以中午的阳光都是非常的充足。只是呢，到礼拜三的晚上，其实会随着这个北方的封面逐渐东移出海之后，会带来新北市地区有一些浅薄又低层的云系，又配合上其实目前环境风场持续吹着比较温暖又潮湿的东南风，把南方的水汽往北带上来。虽然新北市各地比较不受到影响，但是在东侧的山区还是会有些零零星星的降雨，在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四的时候还是会有些短暂零星的降雨。而至此呢，其实在平地的都会区都是会维持多云的天气形态，接下来到了礼拜五的时候，中午都有机会各地来说都会恢复到艳阳高高挂，相当不错的好天气。那么在未来一个礼拜气温来说，其实在礼拜三礼拜四因为云量稍微增多了，所以中午的时候只有来到27到28度，接下来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艳阳更是灿烂了，所以中午的时候都有机会来到接近30度左右，非常暖和的天气。所以如果要穿着这个短袖以及短裤的话，务必要记得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接下来下一波封面就要等到礼拜六的晚上，下个礼拜日礼拜一的时候，其实温度方面降雨的情况就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其实在礼拜日开始之后，其实气温和最近这几天天气相比之下会凉了许多，所以比较胖的朋友们就要记得多穿几件衣服了。那么最后带大家来到新北市的淡水地区，像在淡水地区呢，其实有相当独特的山海的景观，像是在旁边的这几张图都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那么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国内的这个咖啡的喝咖啡的风气也是越来越盛行，所以也有许多的越来越多业者来这边淡水来开了许多非常有特色的咖啡馆，欢迎大家不妨趁假日来这边走一走，踏青一下，享受一下这边的咖啡的香气，也享受一下疏解一下这边的压力咯。以上就是提供您做参考，我们下次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廖平涵，祝你一切顺心。侯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纪录片让我看到
真正的台湾，其实是很自由的，它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它其实也反映导演本人啦，透过你的镜头，透过你的记录的话，你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事情。经过我们的一个解读，我们自己的诠释，甚至是自身的经验，把这个故事说得完整，说得有趣，说得被人家接受，对当下的社会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看纪录片的感动是来自于你真的理解了对方，那些事情那些感受它本来就在我心里面，只是我忽视它。都要用最真诚最真实的一个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作品。感动只是它被外显出来的长相跟样貌而已，在那感动背后试图的那个改变的力量，纪录片可以让这些改变发生。感动无所不在。我们今天要找的是武林高手，为什么他们都是武林高手呢？因为满五岁，连胜队。小朋友满五岁，念公立幼儿园及私立合作园就能免学费。弱势家庭还可申请家儿补助。武林高手们记得申请哦。